大家好，欢迎来到 KG Snowground， 我是 Kevin， 我是 Tim。然后大家应该在这一年里面，已经在我们 KG Snowground 频道上看到很多有关嘻哈 R&B 音乐的一些中英翻译。嗯，那我们最近也决定了，就是之后要做一些影片，有关一些歌词解析啊，还有一些我们的感想这样子。OK， 那么特别的第一首，那一定要从我们都有感觉的歌开始嘛。那第一首我们决定带来 Lupe Fiasco 的《The Show Goes On》。那这首歌在当初大概七八年前吧，那时候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球星的那种 remix highlight 集锦，那像是 Rose 啊、LeBron、Kobe、Wade， 对对对，这些超级球星，他们的背后的背景音乐都非常的好听。当中我们最喜欢、最有感觉就是这首《The Show Goes On》。对，这算是我们很多国一、国二在校车上看球星的 highlight 的那种回忆啊，热血回忆。对，好。然后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Lupe Fiasco。Lupe Fiasco 是来自芝加哥的饶舌歌手，然后很常很善于讨论一些有关政治、社会，还有一些经济的议题。这首 The Show Goes On 在 YouTube MV 是高达1.2亿的点阅率。The Show Goes On 是收录在 Lupe Fiasco 的第三张专辑里面 Lasers。然后在这边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他第二张专辑 Lupe Fiasco's The Cool， 这是我们也很喜欢的一张专辑。OK， 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歌词赏析的环节。这边他一开始说 ，All right, already, the show goes on。那这边的 show， 他说 ，OK， 准备好了，我们的 show 准备要开始演了。那这边的 show 不单单只是指单纯的一个 show， 它更指的是你的人生。他说 ，OK， 准备好。你人生这样好秀，准备要上场。All night till the morning, we dream so long。从夜晚到白天，我们的梦是那么的长。那夜晚到白代表着很长一段时间，那 dream so long 代表说我们很长这一段时间都在等一个可以真正去实现自己梦想、去实现自己成就目标的一个机会。嗯。Anybody ever wonder when they will see the sun up？ 然后大家都在想，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看到太阳？太阳代表什么？希望。我们人生什么时候会看到那个转机、那个机会？那个机会什么时候才会来？对 ，Just remember when you come up, the show goes on。记得，只要你一有机会去表现自我，去展露你自己的才能，要记得，这时候就要让好秀上演，这时候就要去证明你自己。再来，我们来到下一句歌词，他讲到 ，Have you ever had the feeling that you was being hacked？ 所以他讲说，你是否有一时候在被人掌控啊，或被玩弄的一种感觉 ？Don't let shit there make you mad. They treat you like a slave。这些狗屁鸟是会感觉说，干很不爽这样子，他们把你当奴隶这样对待，什么都要控制你，要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再来他讲到 ，With chains all on your soul and put whips on your back。他把这些枷锁、这些框架就套在你身上，然后束缚住你，框架住你的思想，用藤鞭打你啊，就是逼你做这个，又逼你做那个。They be lying through their teeth, hope you slip up off your path。就是他们不断用编造谎言，然后希望你在实现目标、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就是有失败这样子。Lupe Fiasco 这边是暗示说他，因为他那时候跟 Atlantic Records 他的厂牌之间有一些争执，所以他在透过这一句来表示他们之间那时候一些情况。然后 See that's how that she town made me。他说这就是芝加哥怎么造就我的。像我前面讲 ，Lupe Fiasco 是来自芝加哥，他是来自 West Chicago。That's how my daddy raised me。他说这就是我爸爸教育我的方式。Lupe Fiasco 的老爸是黑豹党的成员，所以他因此他从小就会教育他说，你要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黑豹党就是当时是由一些非裔美国人去组成的一个政党，然后他们是不去争取黑人在社会上一些民权。最后这一句他讲到 ，That's glittery may not be gold, don't let nobody play me。想说那些闪耀的东西无法转化成有价值的黄金，但是他还是不让任何人戏耍他。他一直在讲说 ，Atlantic Records 那时候不让他释出这个第三张的专辑，所以有可能会让他拿不到 RIAA 的黄金认证或是白金认证。但是他觉得没关系，这还是挡不住他的光辉、他的才华，对自己很有自信。OK，
那我们现在进到 verse 2。 One in the air for the people ain't here, two in the air for the father that's there, three in the air for the kids in the ghetto, four for the kids that don't wanna be there, none for the niggas trying to hold them back, five in the air for the teachers not scared to tell those kids that's living in the ghetto that the niggas holding back that the world is theirs. Yeah, yeah, the world is yours. I was once that little boy terrified of the world, now I'm on a world tour。他说 One in the air for the people and here。 那第一个他要致敬的人是谁呢？给不在身边的那些人。不在身边的可能是曾经跟他混得很好但是离开了，不然就是真的已经走了。第一个他要致敬给这些人。 Two in the air for the father that's there。 第二个致敬要给谁？第二个要给像仁成刚刚讲他在黑豹岛的爸爸。对，他爸爸这时候已经走了，那爸爸带给他很多的东西，包括很多理念啊，都是爸爸带给他，所以第二个要对他爸爸致敬。 Three in the air for the kids in the ghetto。第三个要致敬的人是要给在街头努力讨生活的那些孩子。第四个 ，four for the kid that don't wanna be there。第四个要给那些在街头生存、努力讨一口饭吃，但是他们不想要继续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些孩子，但是因为可能他的出生就在那边，那个环境他没有办法，但是他还是很想要逃离他现在的处境。被 fiasco 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 respect。None for the trying hold them back。像大家也知道，美国那种贫民窟或是街区，总会有一些帮派之类的。对，那这些帮派老大通常，对，他们通常都会叫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你们去做一些肮脏的事情啊，去帮他们替他们办事之类的。下贱。对，那这些帮派老大，第一个他根本没有去想到这些孩子的未来，那第二个他绝对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卢卡也是完完全全不能容忍这件事情的。所以对他很讨厌他们。Fight in the air for the teachers not scared to tell those kids that's living in the ghetto that the holding back that the war is there。 这句比较长，那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 shout out 是要给在贫民窟比较贫穷的地区的那些老师，他们继续愿意去跟这些孩子说，其实你们的能力不止这个样子，你们真的可以靠你的能力去开创自己的一条路，去走出这个结局，去找寻你自己人生的价值，找到他其他可能。对，教育才是根本。Yeah, yeah, the war is yours. I was once that little boy. 然后对，曾经也是那个小男孩。然后他也 terrified of the war. Now I'm the war torn. 然后我曾经害怕去走出这个世界，但你看看我现在在哪？我现在正在世界巡回演唱，代表说他去鼓励那些孩子去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不要去害怕，不要局地自限。没错，对。Luke Fiasco 就是树立一个 role model 的形象，他讲说我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嘛，对不对？对，你不会，我教你嘛。私讯 IG 想了解，还是老话一句啦，我怎么做到的？你不会，我教你啦。I will give up everything, even start a world war for these ghetto girls and boys I'm rapp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Africa to New York, Haiti then I detour, Oakland out to Oakland, Gaza Strip to Detroit. 然后再接着他讲说 ，I would give up everything, even start a world war for these ghetto girls and boys.I'm rapping round for the world for. 他讲说，我愿意就是放弃所有事，其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大的战争，然后引起很大的争执什么之类的，但他还是会持续的就是做饶舌，然后为街区贫困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去发声。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一连串的地名 ：Africa to New York, Haiti Lena Detour, Oakland to the Oakland, Gaza Strip to Detroit, 然后非洲到纽约到海地。奥克兰，纽西兰的奥克兰，还有巴勒斯坦、加萨走廊、底特律，它为这所有地方就需要发生的发生，这样。Say hip hop only destroy, tell them look at me, boy. 他说嘻哈只会带来破坏，但 Lupe Fiasco 叫那些误会嘻哈的人，看看他是怎么传递正能量，给人们希望。其实很多人会误会嘻哈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嘻哈就在讲述毒品、暴力、枪支、性这种东西。但是其实嘻哈其实要真正传递的精神是 peace, love, unity, 还有 having fun。然后再加上后来人们第五个讲的 knowledge。最后一句他讲到 ，I hope your son don't have a gun and never be a D boy。他说：“我希望你的孩子不会因为枪支惹上麻烦，然后你之后也不会成为就是在街头贩毒的毒贩。”那这边我们来到最后一段，这边 Luke 大概传达意思是说，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你现在身处在困境，不然或者是你现在身处在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要相信。靠着你自己，你还是可以把你这出人生的秀演好的。那我觉得他最后一句歌词写得很好，
Even if they turn the lights out, the show is going on. 因为你知道，大家一场舞台秀总是有那种舞台灯嘛，会有灯在照。他说，就算这些灯关了，这场好秀还是要继续上演。就好像是说，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你，去质疑你到底能不能做到你想做到的那些事，或你想成为那些人。但是这都不是重点，只要你自己相信了自己，你人生这样好秀就是会继续走下去。质疑你，让你可能自我怀疑，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做你想要的。你想要达成实现的梦想，就不要去理那些 hater 说什么东西。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喜欢我们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也不要忘记可以开启小铃铛，然后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peace。